那个饭就很啊。对啊，你看像他，我觉得这种场地给他们跑刚好。对啊，这本来就是给顾客跑的。然后还去跑那个棒球比赛，跑那个雷诺那个。这车手从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台湾不是都有修米车在玩这个，然后到国外去的。上来报告，上来报告，我们家请直升机。直升机组第三组，直升机第三组的车，到达路口时间是哎，向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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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车组直升机第三组，直升机第三组的车，到达路口时间是哪组？还没，他妈要去点队，要去点队。你要看到骑车那个小的，小时候跟我旁边小弟，这里最后没有。我们有四台啊，还有那个红的，然后铁灰，铁灰是什么？那个很古味的。已经下去了。对，我们他也是车友。哎，我的设定不太好。你好，太好。对啊，不是很清楚。然后对焦要改，重点对焦。那个对焦，等一下换一下那个选手。我看是那个不一样。嗯？有有写。为什么又有？啊，我可能用屏幕的话不行。可能我不适合用连拍的，用单张好然后不要再录他们了。